我们家的点点裙可以很轻松的缩放，而且它不是那一种很紧的，我跟你讲它完全可以穿到 XL， 妞儿的穿着感是非常舒适，一点紧绷的感觉都没有，而且我们家是做这种反织带的，从前面看起来是非常有质感的，完全高弹超弹到 XL 2 XL 我觉得都穿得下。再来就是它的长度很棒，它的长度就是完全正常的裙长，我们不要加任何的安全裤任何的打底裤在里面，它都不会走光，品质非常的棒。我们家的腰头啊腰围啊绝对让大家很轻松的穿下去，屁股啊也不会有这种挤出肉来的感觉。最重要的我还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家是走单层面料，所以现在此时此刻你收到就可以穿了。其实咖啡色很可爱。好，那我相信很多人已经买过很入门的黑点丁的裙子，所以呢我刚刚讲我其实很推荐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咖啡色。好，你们看一下咖啡色反而比较亮比较特别，而且它是今年最流行的奶茶咖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大胆尝试一下，不一定是要黑色的，不一定是要黑色。